玩上瘾了，玩上瘾了。希维尔，希维尔不能先选，因为如果希维尔先选，你就会看到对面选一只牛头，然后再配一个克里斯达。希维尔是没有办法打牛的，甚至雷欧娜其实不太好打。希维尔打雷欧娜就是他移过来嘛，这时候你就会在想，你到底要不要开盾？因为会玩雷欧娜移过来的时候，他打兵会开着，然后他就会来炸你的盾，然后等你盾没有，或是你拿来挡掉之后，他就直接 Q 啊就死了，或者他交招。有征服者可以跟他继续打，刚刚叠满的。对啊，那我们派一个刚刚到底在干嘛？哦哟！哎，这个人是在骗我治愈吧？他根本不会死的、啊。完蛋啦、好吃，一。我没扛，有啊，这点来那个派克是故意那个的啊，故意叠的啊，他先扛地下塔。这边机器好丑、哦，完蛋，闪钩，其实没有皮耶、欸，这个是正常打线，只是这个机器人闪钩了，蛮果断的，他可以闪1300 sup。
其实我玩不跑。加160。鳄鱼战好惨，其实还好哎，他其实跟对面的那个赛特差不多，这场是对面的奈德利有点肥，奈德利有孙尚香 skin 哦。可以打，无敌状态，无敌状态。你妈的嘞，太痛了吧！其实我同闪的，你知道吗？我同闪的，但是你们应该看不到，我还有理由帮我靠晒。哦，好痛哦！通大了。我总觉得对面那个谁有闪现呢、啊？哇，这有点烂哦，这样不好。对啊。不会吧，鳄鱼！会吗？太酷炫了！